小牛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应该是你嫂子买的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喝吗？这是给我喝的吗？还是给你喝的？还是给谁喝的？不知道。这什么东西呢？大餐自由水，能喝吗？这个西梅益生元纤维饮料，问一下，哇，肯定是他买的。万一搞错了怎么办？万一不是喝了怎么办？看版本。喂。哎，我问你个东西啊。这个什么？
亲了一下我，哦，一起烧烤。